兄弟们，今天又来偶遇在教室喝酒的女孩了，就来碰碰运气，没想到她真在这。你真天天来呀？你不也天天来吗？我来是学习的。我也来学习来了。你学啥呀？连门书都不拿，你是来学习的？今天咋没喝酒啊？你咋没喝呀？为啥喝完了呢？等你呢。等我？我要不来呢？那就自己喝吧。上课了。拿了几个呀？拿了五个。就五个？你这两瓶酒够谁喝的呀？你这够那东北，你得跟小孩儿坐一桌。瞧不起人家，走。